来，三杯真奶，来，用餐愉快，谢谢大姐。你谁？我送真奶啊。真奶在哪里？赶快打电话。我要喝真奶。打完就给你喝。你不要骗人哦。赶快打电话。喂，蔡永森，蔡永森。你知道我现在人在哪里吗？嘿嘿嘿嘿嘿嘿嘿在即马哦，才叫你讲要带我出来行行的啦。我有后生，佮查某囝，佮伊好啦。啊，若无，我真正是无想要活啦。我过去死也较紧啦。为即马哦，我无想要插伊啊。我爱对家己较好诶，替安尼做饭、洗衫、去食药的时间，全部拢要拖到转来。对。是啊，安尼做。妈，这几天都这样子。你安尼对待我，安尼讲对。我就是即马就看到啊。我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就错在，我是一个就乖就听话的媳妇，我替恁大家生两个囝。我拢知。你唔知？我要生陈家明的时阵，差一点仔就要翘起啊！嘿，你卖哭，你卖哭哦！恁爸无可能去找别人，啊！希望恁，我嘛是做好。爸爸若是要去了，伊拢去加酒驾，惊讲无注意把我撩着，啊嘛是足温柔的呢。是嫌我老我歹啊呢？第一一世人。你讲什么啦？要找我去游山玩水，我请你咧好笑。连江就是请你去啊。连江是啥物时阵？以后是我。你即马是搞我口白啦？其女必有其母哎，工商小背上五阶段啊，我是摇滚区哦。哎，那不一样好不好？他是前两阶段在那边一直 repeat 啊。那你还好吗？哦，就分了就分了，你干嘛一定硬要去？就不要去就好啦，你要触景伤情哦。小杜，哎，钥匙啊。你确定？我确定。你很久没开车了哦。不然要给谁？给那两个女的开哦。啊？对。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啊？玉轩等好久了。表姐。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홍준아来了她老公跑没又被抓到陈嘉玲今晚被等死了拖拖手上被等你几个人快来啦不出来啦好爸爸快来爸陈嘉玲陈嘉玲我真的觉得我这次旅行是来还债导游进来啦！哎呦，你们睡饱哈？拜拜。出发了，出发了。哟，三个马了，拜拜。拜。啊，查明。哎。查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伤心女子公路之旅。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忘情歌》。恁爸就是讲啦，这去回家嫁贫去。秋妈，你不要难过，那300,000我帮你要回来啊。陈嘉玲是不是想睡觉了？我哪有。爸就是好人啊，他只是帮朋友的忙而已。这你嘛是你哎呀，我回家啦，抢啊！好啦，就算是真的啦。不管那家鸟啊吼，因小弟是欠人钱，还是破病需要钱，那拢是因家的代志，谁人要替伊害？那不是3,300,000，是300,000呢。去救急啊！那不是外遇。三十万，就凊彩上王爷家交啊！你是我王爷钱。讲来讲去，你是唔敢爸，还是唔敢去条钱？你嘴巴又可以不要那么贱啊！对不上你。你唔知啦，我起码就看到。我你是看到啥？麦考麦考，都说我不笨吼！麦考，拜托嘞。是啦，安尼欠长内都有什么作用？无要紧，你开钱先。好，你开钱我嘛有。行啊，甲你讲，你看300,000我嘛有，你看。你看上面都胖胖的，给你抬个现金出来，冲啥啦？哎，舅妈，你知道有种东西叫信用？我不管，即刻出来，就我出，我请客，来给开料料。收起来啦，你先。好，来陈嘉玲，你请客啊，我请收起来。干嘛啦？舅妈，不要闹！妈妈，你收起来，我不要了。妈妈，现在你收起来，我不要了。舅妈，收起来。车子先熄火，天气很好哈。哎，怎么了？哎，都闯红灯呢。哦，没有了，我刚刚在闪一只狗，所以可能没有注意。刚有狗，我们该看看狗啦。你知道，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带我妈出来旅行。我舅妈啦，长辈。你看不到我了。你不要快点问。没有，我只是要讲说他有点老年痴呆症。请到家走。不是，可不可以就是通融一下？因为我们真的是在闪狗。陈嘉玲，我有前科后患。就拜托啦。警察小姐，漂亮的警察小姐。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红轩，你哎，你要撞上啊！哎
呦，你别开口啥，害死！哎呀，我又要坐牢了！你哥，谁来搞我？哎，你干嘛呢？我是不行了。搞定。啊，走吧。你是贿赂警察呀？当然不是了，舅妈。你是贿赂他？你就说疯了吗？你到底怎么办到的？拜拜拜拜，谢谢哦。玉轩就是有办法。有受惊多人，一杯150块，这菜市啊可以买一大袋嘞。30万拢要开啊，敢有差？对，钱甲开落。黄伟轩呢？知。你有感觉伊一摆回来人怪怪？就阿要吃饱。无可能啊！因阿读较朴素呢，搁做医生，人嘛足斯文的啊，无可能啊！蛋糕来喽，蛋糕好，来。我去厕所一下。风景真漂亮，美白。舅妈，嗯，你要当阿嬷喽？做阿嬷？嗯，不可能啦！陈嘉玲弄个年纪啊呢，陈嘉玲看到，一定会超伤心的啦！啊，这是蔡永生订的房间呐，讲哦，这是什么什么交往周年纪念呐？哎呦，祝福蔡先生、陈小姐甜蜜蜜，永浴爱河。收起，收起，收起。哦，这收收，陈嘉玲官代表要来的啦！哎呦，你们这很过分呢，行李都让我一个人拿。啊，这陈嘉玲不要生气，我没有生气啊。我也难过，我没有难过。不错啊，就房间蛮大的嘛。嗯，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睡一下，嗯。然后等一下就差不多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差不多可以集合，先想休息一下，啊，也没有那么想休息。啊，哎，风景不错哎，风景不错哦，空气很好。我今天房间你有介意无？坐安全，坐安全，看到看到我看不到，看不到我。是不是他？这个呢？就是这只鸟，对不对？
我帮你打给他。你靠，又被冲啥？警告他呀，让他知道你不是好惹的。请问是朱茵小姐吗？我选朋友挂掉了，挂掉。喂，哎，懂吗？我们在公司啊，骂他不要脸啊，问他女人何苦要为难女人呢、啊？我比较公啊。哎呀，我不要了。请问哪里找？哎，朱茵小姐啊，我想我必须。请问您哪位？你不用知道我是谁。我打这个电话过来啊，是要警告你的，不要以为做过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我就知道。可不可以不要随便勾引人家的老公啊？啊，要不要脸呢？啊，帮你买车子、项链、戒指，还在仁爱路上帮你开了一家店呢、啊？什么什么情况？我这是在替全天下的大老婆说句话，你给我听清楚。我老公不会为了这个女人跟我离婚。你这个假人，假屁股，假眼睛，假下巴，假鼻子，全身上下都是假的人。苏小姐，冯轩。是不是动手打你？你是不是被牛奶糖甩了？你想哭可以哭，雨轩从来不会哭。在我面前你不用逞强。我没有逞强啊，雨轩从小泪腺有问题，哭不出来。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第三人称称呼你自己啊？那你干嘛那么多问题啊？我只是关心你。雨轩不需要。好，算嘉玲鸡婆，嘉玲多管闲事，嘉玲会闭上嘴嘴的。你讲他们的公司啊，哦，这人数有够复杂，我都不知道要怎么算呢。不会啦，舅妈，多摸摸就会了。嗯。不要再玩手机了。你哪股气在交友邀请好瓜呢？叫你开脸书是正确的吧？不要给我接受邀请哦。女人啊，要懂得摆谱。可我怕会动不住呢。先等一等啊，要忍住啊，舅妈。好啦。哦，舅舅还是很帅呢。等就过来哦。对呀、啊，我已经等到。哎，你们两个。到底是还要多久啦？哦，你卖脑啊！你别摸一三十万出门，当然的啊，这里面还有296,000多呢，我要把它全部花完。哦，同意加一。洪玉轩，我们是要去走森林步道，你给我穿得像南丁格尔，你还给我穿高跟鞋。所以呢？你等下脚抽筋，我不管。高跟鞋就是洪玉轩，洪玉轩就是高跟鞋。十分，走了吧。你开始啊，没事，那个舅妈啊，煤气开了没？呜啊，老板，举不举高点，这样才会有 V 字脸呢，有没有？哦，我刚睡呢。啊，嫂子来，你看舅舅啊，还不是脸友，你要设公开，他才会看到啊。跟上。就是哈，啊！你给我按赞啊！你给我按赞啊！啊，妈会，石大一直在关注你啊！哦，谢谢，你来，你来了。
立马给我按赞。你看，你看。想他干什么？嘴巴上骂乱七八糟，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看手机等简讯，都已经特别出来旅行了，在那边用脸书做戏给男人看，有没有志气啊你们？你想的时阵这么美，走开啦！你走开，走开！舅妈，陈嘉玲常这样吗？老实说。我当时我是很怕他的。哦，森哥，我已经不知道帮你搬几次家了呢。像啦，不要。慢用啦，森哥，接龙你也晓。嗯，蔡航生，不是在搬什么意思的啦，不是现在是在搬会大的啦。别给人管啦。你跟阿玲什么误会吼？啊，咱就讲讲的，安就好。什么好讲的？啊，事实都已经在你面头前啊。蔡航生啊，你从细汉吼，阿爸就看你大汉啦，啊。啊，无你有啥物代志，无你甲阿伯讲，吼，看下好不好？管好你家己啦。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嘉玲，无你即摆是咧丢啥？啊？家己知知的。知啥？我是到底做唔对？甲爸爸讲的无安尼啦。应出应进咧，无大无小。阿伯阿伯，不要这样怪森哥啦。是季雅怀孕了，说不想生，啊，森哥才会就是。我们是在讨论这个，我再去上一下。好了，不要再生气了啦！带我出来佚佗，这么不甘愿，你就给我过面枪。你看这边这么无聊，风这么臭，目睭也配不开。我知影啦。你自细汉就我恁爸迄边啦，从来唔捌替我讲话，恁爸对我安尼呢？那你若真正过袂去，迄离婚啊？离婚？那有查囡叫爸爸妈妈离婚的？你是做安尼唔哈？离婚是公平交易，不要一直扮演受害者。我扮演啥？我扮演啥？哎、欸，我一日生活安尼，让你爸爸糟蹋到安尼，你拢袂替妈妈想哦？所以我带你出来玩啦、啊，一点都不好玩呐、啊。洪玉雪，洪玉雪，把高跟鞋脱掉了，还有你那个阳伞，没关系，玉雪慢慢走。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你有毛病啊？怎么回事啊？干嘛一直发脾气啊？你干嘛啦？你还给我！啊，海边就是要晒海洋，这谁规定的？你太过分了！你还给我！你不要。不要闹了！那个洪轩，你有时候真的欠揍。洪玉轩，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好，你要穿高跟鞋，你就穿。好，对不起。你不要难过。哦，警察！哎，你干嘛？
你不要对，买秘鲁啦。哎，你遐个查某人吼，都是叫咱心歹啦。嗯，对啊，有当时啊，咱啊，咱甲看到查讲啊有代志，啊，咱甲问啊，伊拢歹讲。哟，明明都心肝内嘀嘀嘟嘟，哦，唔讲啊，偏偏啊要叫咱要，要要着。啊，那个要着唔对哦，起配面啊，就起冤家。对啊，起配面时哦，就咱来先个回事嘞。那我就谢他回啦。嗯，你家的猫啊，你嘛，哼，嗯。像这家人在讲啥，我拢好嘞，我拢无意见嘞，咱嘛是有想法嘞，对无？我想讲阿姨欢喜就好。你以后不会这样吧？爸爸，他酒会关来啊？哦。Hey girls, nice fight. Welcome, woman. 电影公映艺。啊，我本来就偷偷在上课啊。哇哦。Here, a special brownie for a special woman. Me? Yeah.Thank you. Right. Chill, girls. Have a nice day.好像单身也不赖哦。林佳敏，来啦。有代志要甲爸爸讲清楚啦。我无啥物好讲的啦。阿伯，敢袂使借问者？是有你的代志呢？不是啊，是我知影陈家明想要问啥，啊，不过伊唔敢问。哦，你解真好呢，啊！上公，我唔敢问，我是惊伊唔敢老实讲。好啊，叫你问啊。哇，你到位啊，对我无满意，你问。你那三十万是不是真正给那个舞蹈老师？是啊，不是。那个查某敢真正是你的初恋情人？是啊，不是。什么那个查某？那是爸爸的朋友咧，你就杀掉伊，唔才给伊三十万。我吃到七头八头啊，我是我都该安怎伊？伊有男朋友呢，就是因为伊有男朋友，我伊三十万唔才成正哩。少年时代好朋友在我面头前哭个安尼，无伊是要叫我目睭金金放伊死呢？读册的时阵哦，阮都参加工一个社团啦，啊，但不是去老人院甲孤儿院去做爱心啦，我大吉大唱歌，爱伊跳舞啦。毕业了，有一天啊，伊甲我问讲吼，伊要出国去跳舞啦，问我要甲伊斗阵去啊无？但是恁老爸真巴结嘛，真认婚啦。我真出事就知影，我一条路尔啦，就接恁阿公的中药行啦。啊，你是后悔啊？人生的路是一去无回头啦。那讲要后悔吼，这样喏。哎，陈家明。爸跟你讲，我一世人有恁妈妈，有恁姐姐，还佫有你，我人生真圆满啊！
妹，你别再说了，就是要哭的。是有你的事情呢。差不多呢，嗯，差不多。走吧，走吧。啊，都要走了，不好意思。好，那个拖啊，哎，那个拖。要走，要走。哎，那个拖啊。十了。那个拖啊。马先生啊！是你们三个啊！游嘞游嘞游嘞游啊！哈哈，啊，哈哈哈哈哈！上不上二脚？我没有罪。心照家常。脚放下来站好，嘴巴咬什么东西？没有，没有手什么狠。手机交出来没收，我的手机给他丢掉啊啦。漂亮的警察小姐姐，可以让我打一通电话吗？我儿子六岁。马桶一定很脏，洗澡还要被人看光光。你听我讲啊，听妈妈的话，现在赶快打电话叫警察贝贝来救我。你有想我吗？你为什么都不回答？你有想我吗？我跟你讲，我其实我偷偷想你。我这次回去会补偿你，就像上次一样，我上面没穿，让我下面也没有穿。哦，
新闻。你是安怎咧对待我？我的第一一世人，我现在都无别人。到底吃了什么 ？Brownie。啊？陌生人，陌生人给的，早就应该要料到。啊，甲恁真麻烦，搁有你照顾。啊，林刚来我遐，我请你啦。喏，唔免，我无想要搁看到因三个。金妈，啊，当无代志啊，安那来等啊，啊！要等你等，我还没算够钱呢，我这三十万还没开掉。无啦，金妈，金妈，陈经理，金妈，做事。你要创啥？你有没有开车？天来啦！哎、欸，妈，妈，哎、欸、哎、欸，你创啥啦？那不是我的车呢。妈，你别这样啦！你拿着车啦！妈，别这样！妈，这把你太傻了！关于悲伤五阶段，很多的人会在不同的阶段来回循环，有的人始终卡在同一个阶段很多很多年才走得出来。我只想对正在经历低潮的听众朋友们说，你并不孤单，不孤单。什么时阵会晓开车，我拢唔知。早就会晓。几年前恁爸去买车的时阵，我就偷偷去考驾照，结果我技术比他。你嘛知影，恁爸就是爱德，讲哦，一开了外高都忘了的。哦，会晓开车，会晓讲英语，你搁有啥物物件我唔知。Swimming 啊，恁爸行水，
可以你头上。嗯。雨雪煮了咖啡，要不要喝？嗯。哦。哎。哎，洪雨轩，你那怎么了？少来了，早就知道了吧？安定刚把你跑。阿你妈妈敢怎样？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人知道。谁？我先生打我不止一次，好不容易决定要离开他，要是今天不逃，我不知道。大哭一场，唉，玉轩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听有讲，你预产期是当时，医学发现的，厉害吧？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就是不适合当妈妈的，如果我天生就是讨厌小孩的。或者是如果他其实就长得很丑，然后就他不得人疼，或者他其实很机车，就是很讨人厌，你有时候看到就是跟洪玉轩一样呢。玉轩不否认。又或者是他跟我一样，其实对妈妈很坏呢。哦，你自己也知道哦。啊，怀孕可以喝咖啡吗？适量是可以的。啊，不要紧啦，我生的时阵什么都嘛忍，你起码还是头好壮壮啊。舅妈，你女儿准备好了。舅妈妈，闭嘴，我听到了。我只是现在突然不想喝咖啡而已，好不好？我是有独立思考的女人，没有任何人类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要喝咖啡，什么时候不想喝咖啡，就是这咖啡而已。好，慢生气，慢生气，不要生气哈。你胎教，阿妈，阿妈，阿雄可以啉无啦？旅程即将结束，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记得，陌生人给的食物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笨森童。我嘞。靠边。你说这个声音真的是你的？进三什么一？这个男的没用，没志气。哈哈哈哈哈哈！也可以接。